我可以直接一点说，我觉得这不是任何人的问题，这只是这里展示的作品是不是我的菜，是我的菜我就给。我看的时候会抓住我的眼球的一个标准，选一个是真正在听音乐或者再加上他大招然后完美的收尾，我很惊喜的话，然后我就跟随着我的心。精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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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好精彩。我是每一次都会被很特别的一个舞蹈而影响，这是舞蹈里面的魅力，自我的那个 character 我很喜欢。什么叫艺术，我真的想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艺术。艺术度高的同时比拼的能力也很高，所以就没话说，所以我才会说这就是艺术。保持着那个就好了，因为这个就是艺术。我肯定选定你了，你自己选择，但我肯定要定你了，选择是你的。因为我特别相信，就是是我的肯定是我的。 Follow your heart， 哇，谢谢。什么选择我都 respect。